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跟全家人，还有我们会堂里面的同龄，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安息圣日，那我们在这边来聚会敬拜神愿天上的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午来谈重担卸给神，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五篇。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诗篇五十五篇的二十二节，你们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神，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边说，把你的重担卸给神，我们人。在生活环境当中，从小到大，小孩有小孩的重担，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烦恼，家庭也有家庭的重担，有的有他工作环境的重担，所以人生都有不同的重担。那这边特别提到说，重担卸给神。有一个慕道朋友他遇到很多波折，也有很多的重担，所以他来到教会来慕道，听道理之后，他觉得神的话安慰他，也借着祷告他也有很多体验，他也觉得说信耶稣很好，所以他就在灵恩会的时候就受洗。那在洗礼那一天，他看到这个水变作血，所以他看到宝血的意象，所以他有很多信仰的体验跟恩典的见证。有一天教会就安排他说，你要把你信主的经过跟恩典的见证能够分享给弟兄姐妹。那我们这位信徒见证的时候他是用国语来做见证他说他信主的一些体验，跟他受洗的时候看到水变作血，那感谢主，他觉得他身上都没有重担。我们翻译的把他翻成，他看到水变作血，他身上都没有重子弹。因为他是用台语来翻译。重担跟重子弹是不一样，虽然他看到宝血，但是他身上真的是没有重担，因为他说信耶稣，真的觉得心灵得平安，而且有喜乐。这个平安喜乐在我们的心灵里头，会觉得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会想到信靠神。所以这里说，你要把重担卸给神。这个卸给神，就是说你要交托给他，交托给神以前老一辈的都会讲一个乡村的故事说有一个担重担的一个农夫因为他挑着重担在走路，太阳又很大，那在半路上他遇到一部车子就停下来，这是年轻人开的。他说：“老农夫啊，你挑这个重担很辛苦你上车搭我的车，你要到哪里，我载你一程。”结果他上车之后，他就还是把这个担子挑在身上。结果那个年轻人觉得很奇怪，怎么有扁担的声音呢？原来，他的担子没有换下来，
所以他就跟这个老农夫说，你上了车要把担子放下来。他说，年轻人啊，你这么好心好意要载我一程，我搭你的车就非常感谢你了，我还怎么可以把这个担子放下来呢？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信耶稣，有时候我们担子自己挑，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把重担卸给神。当你把你的担子卸给他的时候，你会觉得无担一身轻啊，因为主耶稣他愿意担当你的软弱，他也愿意担当你的疾病。所以呢，圣经里面说我们有什么担子呢？我们来看诗篇三十八篇，诗篇三十八篇，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罪孽如重担，我们早上有提到神有赦免之恩，我们世上没有义人，世人都犯罪亏欠神的荣耀，所以传道书也提到世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大卫也是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还没有出母胎我就有罪。而且大卫在三十八篇也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大卫王他是敬畏神，可是他因为软弱而犯罪得罪神，所以拿单先知也亲自去指责他说，你在暗中所做的事，神在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大卫在诗篇当中写了好几篇的忏悔诗。所以人的罪孽要借着耶稣的救恩来得到洁净，要信靠他，他会担当你的罪孽。我们教会早期有一个老弟兄叫做叶建，他是彰化地区的这个信徒。他以前还没有信耶稣啊，是在黑江湖打混。所以我们如果听早期的这个传道，都会提到这位老弟兄，他有人给他取一个绰号叫做廖天丁第二，因为他在中部地区也是在江湖打混，时常打架闹事。那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就慢慢去思想，他一生当中如果还在这个江湖这样打混，他也没完没了，他也想能够静下心来信靠神。有一天他走到和美教会，他到和美教会坐在会堂的后面，那时候刚好有一位老传道他在讲道的时候就看到这一位叶先生坐在后面。他是要来闹事的吗？怎么跑进会堂来了？本来传道以为他是要来闹事，其实不是，他是真的回转改变，要来信耶稣。所以传道在聚会完以后就跟他谈道理，结果谈的道理呢，看出他有一颗谦卑悔改的心。他说，我以前常常一个人可以对几个人打斗，他都不输的，而且他很会打架，很会闹事。但是他觉得这样生命有时候也是危险，所以他就洗手不干，而且
他就回转。感谢主，他后来来信耶稣。我们几年前，我们在北部有一位弟兄，他曾经在教会做见证，说他小时候没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因为他的爸爸是黑道的兄弟，他因为爸爸常常犯案，所以呢都下监牢，结果他的这个小时候都是祖母照顾他。那祖母照顾他，虽然有读小学、国中，但是他的学业都不是很好。那后来他上了这个学校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师，他蛮会鼓励他，说你要好好念书哦，你如果将来你有这个志向，他也鼓励他去考军校哦。结果这个年轻人后来就去考军校，但是因为他爸爸出监狱之后，他又把他带回去，带回去呢，又常常打他骂他，他也觉得家里很不安宁，所以他就去读军校，就毕业。毕业后因为他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挫折，所以他也曾经软弱。那有一次他就觉得对人生目标非常渺茫，有一次就在台北桥想要自杀了断他的生命，结果他跳到这个那个桥下的时候，从桥上跳下去，结果变成倒栽葱了，因为他以为那是水啊，跳下去要淹死，结果是栽到那个烂泥巴，那烂泥巴的土是软的，所以没死了，又被救上来，救上来哈，也经过一番波折。那有一天啊，他就在想，他要去哪里哦？结果他就拿电话簿，他想找教会，结果想找教会当中，他一打开，找，哎，找到真耶稣教会。他就看到他一个地址离他家附近不远的，所以他就打电话到二重教会。那二重教会刚好传道接电话，他问他说：“你要找谁？”他说：“我要来教会，我想信耶稣。”他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我有很多担子。”我的身上有很多担子。他说什么担子呢？他说要讲不完啊，所以后来传道就跟他讲，我们下个月星期几几号星期天有福音茶会，欢迎你来参加。这位这个朋友他就来参加福音茶会。那一天参加福音茶会，主耶稣开他的心啊，他听了道理很受感动，他就承认自己的罪恶，跟他这个本身他在这个家庭不快乐的环境里面，包括他个人的成长遇到的挫折，跟他行为上的偏差，他自己觉得他应该要改变，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改变。后来传道就鼓励他，你要信耶稣，主耶稣会改变你，帮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结果他真的很虚心来学习道理，之后他就受洗。那现在在北部的一间教会，而且主耶稣也安排一个很好的对象，也结婚了，所以他有写一个见证，
在福音单章上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罪孽是一个重担。我们在看路加福音十九章的时候，有一个税吏叫做撒该。撒该说起来他是税吏长，其实也是一个罪人啊，但是他听到耶稣要从耶利哥经过，他就跑到树上要去看耶稣，但是耶稣却抬头看他，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结果旁边有很多人议论纷纷，说：“你怎么到罪人家去过夜呢？哦，你不知道他是罪人吗？”那主耶稣他就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有时候人离开神啊，失丧在罪中，失丧在喜乐平安里面，心里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要能够回转归向神。撒该他就是悔改信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哦，所以撒该很高兴啊，他觉得有了耶稣，我身边的财物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以前讹诈人的，我要还给他四倍，而且我一半要去帮助穷人，所以他觉得行善最快乐，帮助人最快乐，而且我们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做人，并且呢，他过去的撒该，他愿意改变，成为在基督里面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啊，你会觉得你的重担就轻省了，因为主耶稣把你的罪把它洗净了，所以罪是一个重担。有些慕道者来听道理之后，他觉得信耶稣真的很好。我也遇到一位这个慕道朋友，他跟他太太来查考道理，那他太太就是觉得说他先生啊喜欢赌博啦，赌到被这个赌鬼绑住了，他说如果耶稣能够把他的赌戒掉啊，那不多好。结果后来真的夫妻两个人来到教会都得圣灵，而且呢圣灵帮助他改变了，不但改变，而且夫妻非常的生活很美满快乐，常常会觉得说到教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他的赌博的坏习惯戒掉了。所以有一天他太太说如果早几年信耶稣的话，我哪个地方有几栋房子就不用卖掉，原来他赌输很多钱啊。所以有时候这个罪恶捆绑着人，成为一个担子，所以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只有靠着主耶稣才能够把这个魔鬼的作为除灭掉。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忧虑，忧虑，我们人啊，常常有很多忧虑，圣经里面讲说，这个心中忧虑，就屈而不伸，整个心情就没有喜乐了。所以人常常有许多的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所以我们以前有赞美诗这个写着说我真欢乐耶稣爱我，那这个欢乐念台语的话就是烦恼啊，所以后来就改成我真喜乐，不是烦恼是喜乐。
我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你就会凡事谢恩，不住祷告，会靠主，常常喜乐、哦、我们人常常有很多忧虑，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忧郁症的很多、哦、那我们教会心灵游牧民族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忧郁症来信耶稣的同龄、哦、因为忧郁症来信耶稣得到平安的见证。那我们东源教会也有信徒也是还没有信耶稣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把忧虑卸给神，你会靠主喜乐。所以圣经里面讲这个马大思虑烦扰，思虑烦扰也是一种忧虑啊，因为他为许多事。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哦、路加福音第十章，十章的41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40节讲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我们人有时候事情多啊，就会心里忙乱，那心里一忙乱就会有忧虑思虑烦扰，就会累住我们的心。路加福音21章里面说，人常常有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来累住我们的心。那你要怎么离开这个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我们应该要把忧虑卸给神，那你不要被物质来迷惑，不要被忙乱来牵制，因为你一忧虑过多，那你烦恼不完哦，睡觉也烦恼，醒过来也烦恼，走路也烦恼，躺下来也烦恼，所以烦恼不完。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把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你看玛利亚他得到上好的福分，我们在忙乱中要学习安静在主的脚前。所以有时候借着圣经的道理，它可以调整我们生活的脚步，也可以借着祷告让我们的忧虑卸给神，能够交托神。你忧虑不能够增加你的岁数，所以我们人的忧虑常常有许多，包括你生活中也有很多忧虑啊、哦、所以生活中也有很多的重担。为什么会有重担会有忧虑？因为人不能满足了。我们来看传道书，传道书的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哦、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不因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到什么益处？不过眼睛看看而已。劳碌的人不论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不容他睡觉。为什么富足的人不容他睡觉？因为他不知足。所以第六章又讲第7节，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因为人有很多忧虑，但是生活中如果你不知足，生活也形成你的重担、哦、所以忧虑是重担，生活中就有很多忧虑。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为这个生活来忧虑，生命不胜过衣裳吗？哦，所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在讲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个信徒忧虑很多，因为他不能知足。他告诉我说，有一天他看到传道书有一节经文，忽然间他想通了。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六节，传道书四章六节，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弩满了两把劳碌捕风。人都会为两把来劳碌，但是你如果两把劳碌捕风，不如一把得享安静。你如果没有健康，没有平安，你再得更多也是跟医生混一半啊。所以人哦，要有一个喜乐的心才是良药，忧伤的灵就会让骨枯干，所以不要忧虑，那你要知足常乐。所以提摩太书信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衣有食要知足，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没有带什么去。所以贪财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来迷住了，而且用许多网罗累住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在今世富足，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贪爱钱财。当神让你富足的时候，你要乐意行善，而且能够去帮助人，那将来继承美好的根基。所以我们人今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你生活中的重担你要可以减轻，你不必太忙碌。有时候我们要调整脚步，也求神让我们心灵富足，信仰上富足。我们不是单单在物质金钱上的富足，要在信仰上富足，这样你的忧虑的担子，生活的担子就会更加轻省。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看传道书第五章，第五章里面讲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就是人是给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这是他的份。神是给他子财丰富，他能吃用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喜乐，这是他的份。我们今天神赐给我们一生的日子，你要享受的是神给你的恩典，要享受。你用享受的心就没有忧虑了，而且你会感恩会喜乐。所以劳碌中要喜乐，吃喝用都是自己劳碌得来的，那你也不必去贪哦。所以我们应该要知足，而且凡事感恩，靠主喜乐。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十七节，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种重担。你看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当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有三个神迹，一个是被魔鬼附着的，他没有住在家里，也住在坟墓，而且用石头砍自己，所以家里的人也为他挂心，他自己也无能为力，所以靠耶稣魔鬼就离开，他就清醒过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人被魔鬼捆绑，被邪灵工作，要靠耶稣。所以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说是平安的主要把撒旦践踏在脚下所以神是你平安，把魔鬼践踏在脚下。那
那今天我们有肉体的软弱，也有心灵的软弱，他主耶稣要担当，要代替，而且担当你的疾病。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第二个就是十二年血肉的妇人，是十二年哦。另外有一个是十二岁的小女孩，她死了又活过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我虽然有时我们会有病痛，但是在病痛当中，圣经说有病的就要看医生嘛，没有病的就不需要医生。但是当然，今天我们看医生，我们有一位最大的医生，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可以让死变活，让无变有，而且在患难中他给你平安。所以我们应该把病痛的重担来卸给神。我们常常在唱名代祷，我们代祷当中有几位，有的是癌症的，有的是罕见疾病，也有这样。但是感谢主，他们都能够交托神，而且他在病痛当中，他常常就是借着祷告，主担当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在疾病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重担把它卸给神，他要担当你的疾病。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在南部，刚好是灵恩布道会，遇到一位老姐妹，她坐轮椅来教会。那我问她说，你是怎么样坐轮椅？她说因为我自杀了，我是自杀跳了自杀，没死啦，没死，结果摔成要坐轮椅。她说其实啊，主耶稣给我的恩典也是很大，因为我没有死才有机会来信耶稣。我今天坐轮椅能够信耶稣啊，比我两只脚就都健全没有耶稣我还感谢。因为他坐轮椅他找到耶稣了，他说我如果两只脚还健全的话，可能我不会信耶稣，就是说我平安的时候我不会信耶稣。可是这位老太太她就是一个个性很坚强的人，她就讲她的过去的一个生活工作但是她虽然坐轮椅，她非常的坚强。她说今天主耶稣担当我的疾病，我虽然坐轮椅，可是我还是可以自由出入，我只要靠着这个手把还有电动就可以去哪里都很自由。但是他说我有轮椅有耶稣，比我两脚健全没有耶稣我要感谢神。但是主耶稣担当他的疾病，他已经超越他的病痛，超越他轮椅的限制，因为他相信我这个担子主耶稣帮我担当，他就没有顾虑到这些烦恼。我们再看民数记，民数记的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我独自担当不起。这里是摩西他向神求食因为他说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要让我看到自己的苦情因为他工作的重担压住了他。摩西要带领那么多的百姓，要管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他一个人独自担当不起。生命记第一章里面说，你独自一人怎能担当所以不是一个人，你要
去找千户长、百户长、五十户长分工合作，分成负责。所以这边啊，神也对摩西说，你要从长老中召集七十个人来帮助你管理百姓的事。那这十四节里面讲到他工作的压力重担太重。我们有时候学生考试或者年轻人工作的压力，有时候三更半夜还在上班，有时候别人下班了他还要上班，压力真的很重，这个是重担。但是你要祷告，把重担卸给神，神会顾念你。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他都会学习在工作当中他认真安息日来聚会，甚至于现在因为疫情期间他也会调整时间帮助圣工，然后工作时间要怎么调整，他说感谢主，反而还有时间跟家人多一点相处，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凡事感谢。当你工作重担的时候，你要调整你的脚步跟你的工作态度，或者你要分担一点，不要压力太重。这也是我们从摩西身上来学习的。所以当你有重担的时候，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诗篇六十八篇，诗篇六十八篇，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天天背负我们重担，所以你每天有每天的忧虑，每天的重担你要交托给神，因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而且他为我们压伤，为我们来受死。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事来交托给神。我们看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我们看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这边告诉我们，你的事，你有什么重担吗？你要交托神，要依靠他，他必成全。你交托神，就是要借着祷告卸给神，把你的重担卸给神。我们有时候自己担当不起，你有重担自己担当不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请人代祷呢？为什么要跟教会来联系，请弟兄姐妹帮我们分忧解劳，这个都是一种彼此担待。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看第五节，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担子，但是我们个人的重担也要互相担当，我们能够自己承受的，不能承受的，我们可以承担的，不能承担的，我们都可以彼此来分担。那有时候彼此代祷，互相扶持，彼此关怀，互相勉励，都是很重要。那也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重担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最后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主耶稣就使你们得安息。有担重担的要到耶稣这里来。
你到耶稣这里来，主耶稣给你得安息。这边有讲得安息，到了二十九节说享安息，不只得还要享。哦，所以你真正把重担卸给神，不单得还要享。哦，所以我之前到嘉义遇到这个王强成弟兄，他因为孩子的问题啊，他觉得担子很重，因为孩子啊非常严重的忧郁，所以他来到教会听道理的时候，他一边讲台语一边翻国语，他说他都不知道耳朵放哪一边。结果呢，他说那一个小时的聚会只有听到这一节，担重担到耶稣这里来，他是因为这一节经文受安慰受感动来信耶稣。这位王弟兄，哦，那感谢主，他因为主耶稣替他担重担，主耶稣也让他得享安息，所以他全家来信主，那能够全家得恩典。那愿主耶稣来看顾带领我们，我们有软弱，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病痛，主耶稣担当我们，我们有压力有重担，我们要会交托神。虽然现在疫情期间，或许有些人有病痛的烦恼，或者有工作的压力，还有生活的忧虑，我们都要卸给神，愿主耶稣看顾与我们同在。